这我选几个人出来，我们来做大一点的事哦。这个，选几个人出来，这个我喜欢的人啊，这林非凡不错啦，然后陈伟霆不错啦，这乌尔开西有来嘛，对不对？他前几天我们一开始他有来嘛。然后王丹呢、哦？王丹现在也在台湾呢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也在台湾呢。那他的腰膝啊，什么腰膝啊？腰膝也还可以了。腰膝我觉得还不错了，腰膝还不错。这个曲美凤也不错。哎，这为什么都是这些这搞学运的人都人家都很喜欢，是不是？乌尔开西啊，王丹啊，林非凡、陈伟霆、腰膝啊，我现在点名啊，点到了怎么样？点到下地狱免死。乌尔开西、王丹、林非凡、陈伟霆、曲美凤、腰膝啊，许丽不错，我要讲什么？我看，我再重复一下：乌尔开西、王丹、这林非凡、陈伟霆、腰膝、许丽哈。对象是什么？对象是恶魔嘛？对，对象是恶魔。恶魔是什么？恶魔是中共啊。中共哦，中共是什么？中共是什么？金正恩。金正小城 Rodman，这搞到最后要搞这个整个，对不对？搞到最后要搞到整个半球，我们都要造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搞到 communist，你要搞这个 communist，你全部都要造啊，对不对？你搞到习近平，你要搞到金正恩，你都要处理啊，是不是？乌尔开心王丹、林非凡、陈伟霆、腰膝、许丽、曲美凤，习主席啊，金正恩、小胖胖，金正恩、小胖胖，搞到最后我们东方人全部要造，对不对？我们东方人全部要造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造全部东方人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比较快乐，有没有？他们比较痛苦，有没有？重点在这边，他们比较痛苦，我们比较快乐。他们比较痛苦。苏格拉底说啊，你做好事，你要靠美德啊，才能够，你要靠好的德性才能够得到快乐啊。你做坏事不会有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快乐的，我们是做好事会有快乐的，是不是？乌尔开西、王丹、林非凡、陈伟霆、腰膝、许丽、曲美凤、习近平、金正恩，整个东方人啊，整个东方人谁来造？整个东方人你要造，整个东方人要造。做好事会有快乐啊，做坏事没有快乐啊。